大家嚟到专病专节系列讲座，今日嘅主题咧系关于肠癌的中医药辨证治疗及调养嘅。咁喺开始之前咧，我都简单介绍一下我哋中医临床中心及中药房嘅。咁我哋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中医临床中心及中药房咧，喺1998年就成立噶啦。咁20几年嚟咧，一直为市民大众提供一站式嘅专业中医诊疗服务啦。咁除咗有全科诊症之外咧，亦都有针灸啦、综合痛症治疗同埋足部反射治疗嘅。咁除咗有中医嘅诊疗服务之外咧，我哋亦都会提供一啲见习机会咧，俾修读中医药课程嘅学生嘅。咁今日咧，我哋嘅讲座嘅主讲啦，亦都系我哋中医临床中心嘅主任张群湘中医副教授嘅。咁事不宜迟啦，我就交个时间俾佢为大家讲下今日嘅内容啦。各位好，咁今日咧我就分享一下我哋中医药点去治疗肠癌。当然啦，肠癌咧就系、是、有重点响大肠嗰度，所以我哋今次嘅讲咧就系、是、重点系大肠方面嘅癌症啊。咁呢個大腸癌咧，實際上有比較細少少嘅分嘅，譬如話結腸啦、直腸啦、肛門即係肛管咧呢方面嘅癌。咁腸癌咧就呢幾年咧發展得都比較快嘅，咁基本上就係每10万个人咧，都有35到50个人即係發病。咁通常嚟講咧，就係男性咧就多過女性嘅。發病嘅年齡咧就40到50岁咁上下啦。咁中國嘅嗰個結腸癌咧，即係發病嘅速度都比較快當然啦，有啲專家咧就講呢個同飲食有關係而家就飲食方面，好多人嚟講究啦，要食好啦，要食精啦，並且咧就有時食油膩多咗啦。系嘛？以前咧，我记得即系冇咩嘢好食嘅时候，食啲番薯啊，或者系一啲杂粮啊，反而呢方面咧就少咗。而家好多时候就大鱼大肉所以呢个时候油腻多咗啦。咁呢方面嘅肠癌咧，发生嘅 rate 咧就比较高啦咁香港嚟講咧，就每年超過都3000几人即係大腸癌，即係死亡嘅 rate 咧都幾高嘅，差唔多1/3咁所以我哋需要值得重視咁腸咧，大家呢度有個圖，大家可以睇到咁通常咧就系发病嘅嗰个 rate 咧即系比较响嗰个乙状结肠呢个地方，因为呢个地方咧就好容易有啲嗰啲大便咧就屈住响度，有时便秘就更加啦即系咁嗰啲污糟邋遢咧就好容易刺激个肠，导致咗呢個叫做乙狀結腸咁其次咧叫做盲腸呢度即係盲腸炎或者阑尾炎喺呢個位置，實際上咧就係嗰個佢從小腸過嚟之後咧，
咁盲腸咧就要咁升上去，再咁样过嚟，最尾就排出去嘅。所以升上嚟嘅时候，咁有时少运动啊，或者系食嘅嘢太油腻咧，有啲就容易积住喺呢度，诶，就容易有啲肠癌嘅发生啊，系嘛？然后咧就再升结肠啊呢个地方啊容易发生，所以有时咧有啲人经常右边啊啊呢、这个右边嘅肚啊有啲痛痛地，系嘛啊，即系都要留意啊留意。然后啊肝结肠呢、这个肝结肠呢、这个落嚟嘅系嘛，然后肝曲。肝曲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上面是肝的位置的，实际上、啊、这个呢有个弯的地方呢，肝曲这个转过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啊、都容易屈住，是吧、啊、然后这里呢就这里是脾曲、啊、这里过来、啊、那当然了，就是、啊直腸呢度咧，有時比如話好多時候話啊，以為係痔瘡啊等等之類嘅啊，大便出血，誒，實際上係直腸嘅或者係肛門呢個附近癌症，係嘛？所以呢啲都係腸癌嘅啊。咁當然啦，喺大陸嚟講咧，即係。发病的率比较高是广州和上海，大家知道、啊、广州和上海的生活指数都比较高的，是吧、啊、特别是有时候食在广州、啊、即是广州人呢喜欢吃、啊、特别是呢有时候哇西式的那些吃得多，是吧、啊、或者大鱼大肉吃得多就容易發啦，啊！咁上海咧都生活指數都幾高嘅，所以佢嘅發病率嗰個 rate 都高，係嘛？咁所以我哋從呢度可以睇到，平時咧我哋未必食嘢咧要大魚大肉，適當咧要食啲粗糧啊、啊蔬果啊，係嘛？特別蔬菜食多少少，對我哋嘅腸咧都有保護嘅作用。咁、啊、喺古代嚟讲咧，肠癌咧其实以前冇呢个名称嘅，系嘛？即、就、系、是、以前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查找一啲古书咧，就有其他嘅名称啊，比如话长褛啊、长信啊、伏梁、长辟。痢疾、便血、肠风、脏毒、肠积、脏痈子，啊，即系呢个痈咧就系经常有啲出血化脓，系嘛？锁肝子即系响肛门啦，直接啊锁住，因为佢长咗响嗰度咧就大便都出唔到嚟啊。积聚就腹腔里边，实际上系肠里边啊，精甲啊呢、这个呢啲范围属于肠癌嘅呢个内容之一啊。咁我哋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寻找一下呢方面嘅古书，可能都有啲惊喜，系嘛？即系为我哋预防啊、治疗啊提供一啲参考。咁現代咧就係認為發病啊，腸癌嘅發病咧有好多因素嘅啊，譬如話有啲家族性咧，有啲好容易腸有息肉啊，有啲經常定期去檢查嘅時候，西醫都會一攞個腸鏡一照，哇好多息肉啊，不過佢就會填走佢嘅，呢個息肉咧就。即是会
转为呢个恶性嘅，啊，所以都要留意住。另外咧就系慢性嘅个肠咧发炎，成日都肠，哇唔舒服，啊慢性嘅。咁呢啲咧慢性嘅发炎咧都会即系转呢个恶性嘅，所以病从浅中医啊，系嘛，一定要注意，即系经常有啲肠唔舒服或者肚唔舒服，要早啲医啊。当然，无论中医又好，西医又好，系嘛，即系早啲医佢，系嘛。另外咧，就有啲血吸燥啊，去到嗰啲肠里边都会惹嗰啲啊，即系肠癌嘅发生。仲有啱啱讲嘅食脂肪食得多，食蛋白质多啊，特别系红肉方面食得多，纤维食得少，咁容易发作。仲有咧就系，比如话腌制啊，一啲嘅肉类啊，系嘛，或者系一啲菜啊之类嘅，嗰啲亚硝啊、亚硝胺嘅个含量比较高，比如咸鱼啊，系嘛啊、腊肠啊、腊肉啊，点知啊？以前好中意有啲人即系咸鱼白菜咁样食噶嘛，系嘛，所以都要食少啲啊。咁当然啦，有啲家族性遗传啊，即系阿爷啦，系嘛，阿爸啦，或者系其他嘅阿妈啊呢啲，哇，成个家族都好容易有呢啲癌症方面嘅发生。咁我哋就要留意啦。啊，当然家族咧好多有 cancer 嘅，下一辈未必一定有，但系容易发。点办呢？预防，系嘛？预防胜于治疗。仲有长期食烟啊、饮酒啊，啊或者系好紧张嘅人，系嘛？咁啊，好紧张咧，中医嚟讲咧就影响肝去做嘢。实际上，西医嚟讲咧，对肝咧都好重视，系嘛？因为肝系我哋身体里边一个化工厂啊，好多时候解毒要去到肝去做嘢嘅。啊，咁人系紧张嘅，唔放松啊，呢啲时候影响个肝做嘢。咁肝咧，实际上用现代讲嘅肝嘅问题，即系唔能够好顺畅个发挥功能，有时会影响个免疫功能。癌症嘅发生，好多时候免疫功能弱咗啦，系嘛？仲有运动比较少，适当嘅运动，当然冇剧烈运动啦，啊，适当嘅运动提升我哋嘅免疫功能，同埋有时使到我哋嘅肠啊能够蠕动，方便排湿排毒。咁呢度咧就系大家可以睇到呢个息肉嚟嘅，啊，呢个就啲恶化啦，系嘛恶化啦，所以有时有息肉嘅时候要嗱嗱声，一可能即时填走佢，第二咧食中药，系嘛中药都可以帮到减少佢啲息肉嘅。咁中医个观点咧就都有几个方面嘅，比如饮食习惯啊，即系啊酒食无度，即系饮酒过多，系嘛啊咩高粱口味啊，即系中意食咗成油腻嘅嘢，系嘛？所以中医嚟讲咧，呢啲嘢特别系煎炸油腻，系嘛冻嘢。啊，
太甜嘅嘢等等之類嘅嘢濕，咁濕咧就用嘢毒而產生。呢個毒咧就係顏色，不過本身啊，中醫認為佢係一啲毒嚟嘅，所以形成咗。第二咧，情節嚇，啱啱我哋講嘅情節導致咗啊肝啦、啊胃啦、氣血運行啦。这个时候不昌盛，就会容易有这些方面的肿瘤发生。啊、当然了，还有一些本身就身体很弱，是吧？很容易抵抗力比较弱一点，再加上饮食、啊、不注意，或者是平时呢不注意防病、啊、比如说中醫講嘅濕而留住，即係濕啦，係嘛？風邪傷正，風邪咧就係中醫嚟講所講嘅風邪，實際上仲包括咗西醫所講嘅細菌病毒，呢個屬於風邪範圍。情節個人咧好唔放鬆，當然我哋而家都市人咧。工作比较忙，压力大，吓啦，有时就会紧张。喺紧张之中，一定要注意放松，系嘛？所以中医《黄帝内经》所讲嘅“精气存内，邪不可干”，啊，你的抵抗力喺度咧，嗰、那个治病嘅因素未必侵犯到你。邪之所就其气俾佢，嗰啲致病因素之所以侵犯到你，一定系抵抗力差咗啦，系嘛？咁所以我哋预防啊，或者系有病早啲医啊，效果一定好理想嘅。咁肠癌方面咧，中医嚟讲主要针对咩咧？一个湿系嘛啊？濕毒、風係嘛？有啲細菌病毒，氣血運行不暢啊，氣血瘀滯呢啲，所以要喐啦，係嘛？係喐，要活動啦。啊，有時未必喐到嘅話，練下呼吸運動都有幫助嘅，係嘛？咁通常咧，我哋睇点睇到有肠癌咧，都要有啲早期嘅症状，要及时去解决啊，譬如大便出血咧，啊或者系大便咧黐住个瓷管啊，或者系有血，有啲脓血，大便个习惯咧转咗啦。有时肚屙，有时便秘，系嘛？即系哇，即系呢个礼拜可能便秘，下个礼拜屙几日，呢啲排大便嘅习惯变咗咧，都要注意。同埋啊，都唔知咩原因，我都冇食过咩嘢啦，突然间肚痛肚胀。这些都要注意，是吧？或者是突然间，啊，这段时间都没什么发生的事，突然间瘦了这么多，啊，这个，说明有些癌细胞在那里抢你的营养，是吧？哇，很累，不知道是什么回事。那很累呢，可能，感冒都会导致很累，湿都会导致很累。有癌细胞，佢帮即系喺嗰度抢紧你嘅营养，都会好攰，所以要早啲检查，系嘛确诊，咁呢个时候咧病从浅中医啊，当然啦，肚里边有旧旧嘢，好似癌嘢就更加确定啦，系嘛。咁當然腸癌咧，佢仲要
即係有啲並發症嘅，譬如話，哇，個肚好痛啊，個腸塞住咗，啊，塞住咗，專業術語叫腸嘅緊阻，啊，呢個時候都肚痛得好犀利，啊，或者突然間個腸咧穿咗個窿。或者是哇突然间出血，这些呢都要注意，是吧？那怎么去预防呢？当然我们做，比如说定期检查啦，一年一次啦，是吧？有时可能大便都见不到有血的，但是有个即是检查大便的叫做潜血检查，即是说看肉眼可能未必看到，通过这个检查呢就看你有没有隐性的口腔流出近血，是吧？啊，咁成日都出近血的要小心的。咁当然肚里面有时很明显的，哇，摸到有些肿物，咁就好明顯啦，咁有啲用啲腸鏡去檢查，都有時都可以發現啊有啲腫瘤啊或者之類嘅，係嘛？H 光啊、超聲波啊、啊 CT 檢查啊，呢啲都即係 CT 檢查咧先進啲啦。X 光檢查咧就係、是、造影檢查，係初步少少。咁、仲有發現嗰個血叫做 CEA 嘅檢查啊，高咗都要留意佢。當然 CEA 高咗咧就未必係一定係腸癌，其他方面嚇、胰臟啊、肺啊呢、這個癌症都會使到 CEA 升高嘅。啊，所以最尾要確定係邊個位置啊。咁平時如果 check 到 CEA 高咧，當然唔好太慌張先，因為好多因素都會導致 CEA 升高嘅，比如食煙啊，成日都呢個消化道有啲潰瘍啊，或者係腸胃炎啊。胰臟發炎，或者是甲狀腺功能低下都會，阻塞性的黃疸又會，慢性的肺炎都會，所以最後要確定一下，未必說，哇，我 CA 高了，嚇親懵先，就最後未必是腸癌，是吧？是其他的因素。所以我哋遇到呢啲問題，鎮定啲，係嘛？點解咧？人怕參懵，抵抗力下降，都不利於抗癌嘅。咁中醫嚟講咧，當然總嘅一個治療嘅原則啊，譬如背濕啦，係嘛？要即係。疏散啲風邪啦，實際疏散風邪咧，對於細菌病毒啊有抑制作用，幫到理氣活血、氣血運行啊暢順啲，散瘀啊通喉，幫到排毒啊，啊，所以呢啲總嘅原則啊，我哋要知道啊，當然啦。有時調臟腑嚟講咧，就係比如話調脾胃啦、啊肝啦、肺啦、腎，係嘛？呢啲臟腑平時都要留意住，啊，即係使到個抵抗力會好啲，啊，更加有利於預防癌症，或者係有啲癌症嘅早期，防止佢擴散。
咁當然中醫嚟講咧，好講求咩咧？叫做辨證施治啊！啊，咩意思咧？就係每個人雖然有啊腸癌嘅發生，但係不同嘅人咧係有唔同嘅表現嚟嘅。啊，咁所以我哋需要叫做辨證施治，即係佢係咩情況咧？我哋先去進行咩方面嘅治療。咁通常咧就係而家我哋睇到有啲特別嘅一啲症型嘅，譬如話好常見嘅叫做濕而穩健啊，就濕啊濕引起嘅。我哋香港嚟講咧，即係好容易有濕，因為海洋性氣候係嘛啊，好容易有濕，所以平時咧要注意去濕。咁到咗腸癌發生之後，又有濕嘅特點咧，就係、是、哇，好容易肚痛，大便咧經常有啲散出嚟，呢啲濕啦，散咗嚟咧，仲有紅色嘅就有出血啦，啊，所以叫做下痢赤白，赤就紅色嘅有血啦，白就係嗰啲黏液，啊黏液。濕嚟嘅，痢急後燥係咩咧？就去到洗手間嘅時候，哇，起唔到身啊！屙完又上屙，屙完又上屙，哇！呢啲係嘛？都係屬於濕引起嘅，胃口咯，白白地啊，睇個痢，哇，個痢紅嘅。痢都是黄痢的，黄痢就湿热了，把个脉啊，把个脉叫做滑索啊，这个滑索咧就湿啊。咁可能大家有啲未学过中医嘅就，咩叫滑索啊？系嘛？讲呢个把脉咧，当然就要有排学嘅啊，唔紧要，大家知道前面嘅症状都可以大概。確定，這個是濕熱的，所以在治療方面需要清熱利濕，清腸散結，這個散結就是給那個惡性的腫瘤，有個解的作用，這條方叫做和聯解毒湯加味，這條湯呢效果幾理想嘅，抑制癌細胞咧個腸幾好，但係有個缺點，咩缺點咧？苦啊，係嘛苦？你睇下，大家可以睇到黃連啊、黃神、黃柏、三胡啊，枝子都苦嘅，係嘛？呢幾味苦嘅。咁苦嘅落去之後，哇！清佢嘅濕熱啊！在臨床方面，抑制那些濕熱型的那些癌細胞，啊，效果挺好的，吃了之後，一個缺點就是，哇，這麼苦的真是，優點是什麼呢？欸，肚痛少了，屙那些血啊，那些黏液少了，啊，挺好。其他的咧都係有啲驅下啲風啊，譬如防風啊，啊炒白灼係調下光嘅，葛根咧即係都有清熱生津，係嘛，都有一定嘅抑制腫瘤嘅作用。甘草咧調喎呢啲藥啊。使到佢發揮得更加好啲，係嘛？咁所以呢條方咧缺點，苦過弟弟，優點係好能夠控制病情，好好，係嘛？所以即係苦口良藥啊！啊，呢個效果幾好啊！
咁第二种嘅型咧就叫做气滞血瘀型。啊，气滞血瘀型咧有啲咩表现咧？就系、是、哇，肚痛得嚟，胀，呢、这个胀咧就系气滞啦，同埋好似有啲针拮住，针拮住咧就系瘀啦，系嘛？所以肚胀、哇刺痛呢啲系气滞嘅原因。咁仲有咩嘢睇到系瘀咧？譬如话肚有啲啊硬块啦，呢啲已经嗰啲肿瘤长大咗啦，系嘛？同埋屙嗰啲血咧黑色嘅，黑色嘅就瘀啦，系嘛？同埋个脷咧有啲瘀点、瘀斑嘅，呢啲就瘀啦。系嘛？咁、嗯、脉咧，色呢个读色字，系嘛？脉、嗯、色啊，嗰、那个脉好唔畅顺，又系瘀嘅啦。所以呢种嘅情况咧，就系、是、已经长大咗少少啦，系嘛？所以应该咩咧？行气补血。烧柳散结，同桃红四文汤隔，桃四文汤隔嘅。咁呢条汤咧就系、是、一个护血啦、行气啦，同埋响护血行气嘅基础上，诶达到。个痛咧减少，嗰个啊，咁呢条方咧，我哋如果系喺元朗长大咧，就知道啊，元朗好多系咩咧？鸡翅藤啊，呢鸡翅藤呢个鸡翅藤好好用啊！而家中药书咧就系写佢能够帮到消化嘅。因为肠炎咧，有时消化功能会弱啲。第二，鸡翅藤仲可以帮到止痛，啊，使到肚痛解消。仲有配湿，系嘛，配湿，所以几好嘅。啊，所以呢条方咧，如果喺我哋香港嚟讲，哇，即系好方便，鸡翅。咁其他嘅藥咧就係好常用嘅中藥啦。咁呢條方裏邊仲有一個可能大家好睇到好得意喎，救必應喎，嚇救必應，哇咁得意嘅呢個名。實際上呢條啊救必應係咩？行氣止痛，因為氣滯血瘀啊，都肚痛得好犀利，有時係嘛啊，所以救必應嚟噶。即係行氣止痛，食咗之後，咦，痛少咗，啊，幾好，嗯。咁當然啦，如果想即係響解毒方面再加重啲少少，係嘛？即係可以啊，加啲咩白花蛇舌草啊？半支蓮啊，嗰啲都可以加啲嚟嘅，係嘛？但係按照正型嚟講，氣滯血瘀主要就係呢個方啦，係嘛？我哋可以加減使用。好，另外一個正型咧叫做脾腎陽虛，脾腎陽虛，脾腎陽虛咧就係有咩特點咧？啊，除咗啊！有肿瘤，一般嚟讲咧，你摸佢嘅手脚冻嘅，个人啊好怕冻啊，所以畏寒之冷咧，畏寒之冷。仲有佢个屙肚啊，系好中意咩咧？一大早清晨，哇就急大便啊，叫做。五更舌舌，
哇，好早，即系咁啊，皮肾阳虚啊，咁脾肾阳虚咧就要调养个脾肾，系嘛？因为佢嘅体质脾肾阳虚，个抵抗力比较弱啲，咁调补脾肾嘅基础上，再解毒抗癌。所以方藥咧有嘅叫做生靈白術散，同埋四神丸加緊，啊，成條方咧一健脾，第二補腎，第三去濕，啊，解毒抗癌，係嘛？咁呢條方咧即係幾好用嘅，起碼使到嗰個體質。平穩住先啦，係嘛？可能有時有啲新畢業嘅嗰啲中醫師咧，通常都會諗：，能唔能夠勁啲、多啲嘅抗癌藥啊？啊，即係呢個思維咧，啊，就要注意啦，啊，因為多啲嘅抗癌藥。有时对于呢种嘅体质嘅病人咧，可能即系未必能够起到比较好嘅效果，因为呢种嘅体质咧，身体虚咗。啊，我哋抗癌咧，有时主要除咗用药物去抗癌，好紧要要靠咩咧？病人自身嘅体质去抗癌。咁先持久耐用，因为抗癌嘅药咧，佢本身抗癌之中，佢会伤到正气，所以呢条方睇到，四平八稳，好似抗癌嘅药，唔算太劲喎，系嘛？这个就是四平八稳之中再进行适当的抗癌，使到癌细胞即是没发展得那么快，又使到身体的正气跟脾肾的功能平稳先，咁先效果先比较理想啊，所以有时未必话啊，一定要有啲人讲嘅，好似你抗癌冇用呢个蜈蚣蝎子啊嗰啲抗癌嘅，未必算。实际上我哋通过扶正都可以帮到抗癌嘅，好。仲有一个叫做肝肾阴虚，肝同埋肾都虚咗。呢种嘅人咧，肝肾虚咧可以晕啊，耳仔嗡嗡响啊。咁男性嚟讲咧，就有时啊攰得嚟咧，有时甚至会影响阳痿啊。女性嘅月经出现问题啊。点不调啊？啊，肝肾方面，阴虚咧就会有啲内热嘅，所以睇见佢嘅脷咧通常偏红嘅，脷胎都少啲嘅，呢个阴虚。啊，脉咧就细系咩咧？比较幼虚啦。炎系咩咧？系肝气唔畅先。所以这个体质关键要调肝肾，在调肝肾的基础上再解毒抗癌，所以有个代表方面枝柏地黄汤加埋这条方，在调肝肾的基础上发挥抗癌的效果，即係起碼將個肝腎嘅功能
平民嘅先，啊，啱啱我哋讲嘅对抗癌症，除咗要用药物，仲要发挥身体嘅功能。啊，身体弱咗咧，咁你即使系用药物去治，效果都不理想。啊，即系等于而家有啲西药都系嘅，喺实验室里边研究啊某种药抗癌，哇，好好喎，对嗰啲癌细胞几下就杀死咗啦，几理想系嘛？好，一攞去临床嚟讲咧，啊，一落去啊，癌细胞仲未一下死咗，人就死咗啦。因为这个时候它毒得很犀利，人都未必受到，啊，你的癌细胞都未死，那人死了，啊，所以有时我们抗癌来说，除了要注意抑制，啊，我们先不说杀死癌细胞，先不说这个先，是抑制癌细胞先，在抑制癌细胞的基础上要保持身体的那个抵抗力，这个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正气，正气存在，邪不可光。那么多年呢，我都有这些经验，就是什么呢，一些恶性肿瘤包括肺啊、胃啊、肝啊嗰啲肿瘤，食中药未必系太劲嘅抗癌药，系嘛？诶，每次去检查，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嗰个癌咧，癌细胞、癌嘅肿块仲喺度。不过西医讲嘅，不过都系冇大又冇细，冇大冇细。实际系咩咧？琴粗度咧，积滞度啦，系嘛？咁呢个癌细胞咁恶嘅癌细胞，通过食中药冇大冇细，个命即系呢个身体都平稳啦，系嘛？所以病人又可以出皮。系嘛？適當嘅想食咩嘢都可以食啲咩嘢，啊啊，咁起碼就將個抵抗力 keep 住先，係嘛？要有啲生命嘅質素，係嘛？否則嘅話，係你用好勁嘅抗癌藥一落去，癌細胞誒細咗，細咗。生咗，哦，人就冇啦，冇意义，系嘛？最冇意义嘅癌细胞未完全冇，人就冇啦，最冇意义，系嘛？所以我哋有时又要做有意义嘅嘢，系嘛？有意义。好，呢，这个咧气血两亏就身体好弱噶啦。啊，可能挨咗好多年嘅啦，系嘛？因为癌细胞喺嗰度抢紧你嘅营养，啊，所以哇，个人咧就好瘦，系嘛？啊，即系成果都变晒形，啊，系嘛？啊，冇晒力，啊，当然我哋医呢啲癌症嘅话咧，最唔想睇到呢个啦，点解咧？我哋作为医者，好心痛；作为家属，佢嘅亲戚系嘛，佢嘅老友一见到好心痛，系嘛，好心痛。所以实际上咁多年嚟，我基本上医嗰啲好少话好瘦嘅，有时就诶。
你生嘅恶性肿瘤啊，好似唔似嘅，啊唔讲唔似喎，诶呢、这个就系我哋嘅中药，中医中药嘅本事，生命嘅质素好啲，系嘛啊？你搞到即系系啊，你抗癌，但系人咧成个受柴咁样，哇木乃伊咁样，有咩意思咧？系嘛？搞到病人家属、亲戚、朋友都唔想见嘅，啊！特别系一啲靓女更加啦，啊！冇话我唔想见人，啊！我唔即系诶，冇咩意思啦。我而家都即系冇咩生存嘅嗰个意念啦。而家搞成咁样，我哋食中药要防止有呢啲嘅气血两亏。呢、这个状态，咁实际上要有咁样嘅发生，我哋需要啊补气益血啊，扶正固本啊，啊有八珍汤加嘅，哇八珍汤，八珍汤大家比较熟嘅知道有咩咧？诶里边八珍汤应该有当归啊，我呢个八珍汤冇当归，点解咧？我用鸡血藤代替咗。啊，只要系有时当归咧，因为佢有啲燥，系嘛？当然啦，有时包括有啲西医嚟讲咧，首先一讲嗱，千祈唔好食当归啊！啊，大家而家有兴趣，有啲古方里边嘅抗 cancer 啦，都有用当归。只不过系我觉得佢有时会燥啲，所以换咗鸡血藤。嘅功效有啲似当归，似，但系唔会有当归嗰啲副作用。啊，呢条方进行八珍汤加减，几好嘅。啊，所以有时我哋喺用药方面。更改一下，即系睇下病人喺食药嘅时候，食着下，佢有时会产生一啲耐药性嘅。啊，咩意思咧？就系、是、食着下咧，就呢个效果又争咗啲。点办咧？呢、这个就系中医嘅特点啦，要转药，系嘛？要转药，要经常换下啲药。咁使到產生嘅耐藥性冇咁快，冇咁明顯，咁先能夠用藥嘅效力先持久耐用嘅。咁腸癌方面咧，如果從西醫嘅角度，多數都係手術多啲嘅，啊，即係手術。不過有啲咧。身體比較差嘅，比較心臟心衰啊，啊肝腎衰啊，或者係呼吸功能比較差嘅心嘅問題，呢方面咧唔適合做手術嘅，身體太弱，或者係腸癌哇轉移曬啦，就唔適合做手術，因為驚一做完手術，第一佢嚟一差。可能嗰啲癌細胞行得更加快啲，係嘛？咁啊，做化療咧，通常就係一啲專家講嘅腸癌咧，對個化療好似效果不是太理想咁。所以通常咧就首選係做手術，係嘛？做手術。呢、这個西醫方面，咁當然啦。如果中西結合 ，OK 嘅，做完手術馬上食中藥都 OK， 係嘛？都 OK 嘅。咁通常咧就係、是、啊手術嘅五年嘅生存嘅 rate， 嗰個 rate 咧都係五成到六成到啦。啊，
可能大家后生啲嘅都觉得五年生存率算咩嘢？想生存率个 rate 高啲嘅，或者系长久啲嘅，我嘅建议一定要配合食中药，系嘛？好多都系，譬如做完手术之后，即时做食中药 ，keep 住长期。十几年都冇分化嘅，当然有啲啊，譬如嗰啲癌细胞比较恶啲啊，或者系有啲人比较后生啲，佢个有啲细胞就活跃啲啦，系嘛？或者系有啲癌细胞通过淋巴啊血啊转移咗。好活躍啊！呢啲就係效果差啲，係嘛？因為你做完手術之後，佢轉移咗啦，實際上啊，呢個時候咧都要注意配合中藥控制佢啊，效果理想嘅啊。咁當然啦，中醫嚟講咧，除咗用啱啱講嘅辨證治療之外咧。仲有其他的调养，系嘛？比如啊，心理的疏导，要病人放松啲啦，系嘛？唔放松，对于病情嘅恢复暂停，啊，咁起居有常，即系要养成一个习惯，吓，唔好挨夜啦，系嘛？要定时，系嘛？饮食方面清淡少少，啊，唔好食太多油腻嘅嘢。另外咧，要注意适当嘅要食啲润嘅嘢，系帮助大便啊排毒。咁适当嘅做下啲运动啊，譬如啊，而家我都比较推介咩咧，呼吸啊。啊，好好，运动量唔大，但系效果几理想，或者打啲慢少少嘅太极啊，啊，好好，系嘛，帮到气血运行，帮到身体提升个抵抗力啊，咁呢个时候对于抗癌咧好有帮助。咁仲有咧，当然。社会家庭支持啦，系嘛？社会家庭支持，使到个病人心情好啲，心情好靓都好重要。啊，成日都心情唔靓，啊，即系屈住屈住，当然对个病情嘅恢复，即系好有影响嘅，系嘛？所以我哋啱啱讲嘅。除了辨证施治，还要进行一适当的调养，是吧？有时我们医病呢等于行路一样，啊，我们只要 keep 住良好的心情，是吧？啊，要放松一点，那这个时候呢，行路呢先比较舒服，比较持久，系嘛？咁当然啦，喺呢个期间咧，有时进行啲中西嘅配合嘅调养，就会更加好啲啦，系嘛？比如啱啱讲嘅做完手术，咁我哋身体多数虚噶嘛，咁及时啲用啲中药去调，系嘛？咁有時啊，你用電療啊，或者係用化療啊之類嘅，啊啱啱講嘅，雖然有時即係化療對腸癌效果唔係好理想，咁有時比較複雜嘅嗰啲腸癌嘅話，可能有時都會用下啲化療嘅，但係一用咗化療之後，會咩咧？全身嘅功能。就会差啲啦，特别系
嗰個血細胞咧，誒降低咗啦。咁呢個時候咧，配合啲中藥調養，誒好快可以幫到恢復。呢個都好嘅，係嘛？身體嘅嗰個功能恢復嘅時候，有利於抗癌，係嘛？所以即係當然啦，有啲啊好多時候有啲西醫咧就有啲佢可能對中藥唔係好了解啊，所以有時就會有咁樣嘅吩咐啦。嗱，你千祈唔好食中藥啊！啊，即係有時有啲病人即係過嚟同我講，西醫話千祈唔好食中藥啊！我話點解你又過嚟㗎？咁嗰啲病人，我覺得食咗中藥，我恢復快咗，係嘛，舒服咗，咁所以嚟食中藥，呢個病人嘅感受啦，係嘛？咁我好明白嘅，啊，有啲西醫佢未必學中醫噶嘛，又未必學中藥噶嘛，佢唔理解，所以佢就會話千祈唔好食中藥啊。好吧，所以我都好建议，即系我哋香港嚟讲咧，有啲西医嚟讲咧，有机会学下啲中药，了解多啲，系嘛？而家我哋 space 同呢个医院管理局，系嘛，举办一啲医务人员学习中医班，其实我都好赞成嘅，啊，所以我都。啊，好配合佢講好呢啲課，係嘛？即係起碼要西醫嚟講咧，了解我哋中醫點去醫病啊！啊，呢啲藥有咩好嘅方面，都有啲咩唔好嘅方面，要呢啲西醫知道，咁就起碼就唔會話揦埋咗，千祈唔好食中藥啊！好啊，啊！咁平時咧，我哋都可以煲下啲粥嘅，係嘛？啊，因為有時啊身體弱嘅時候，啊有時唔係好中意食嘢，係嘛？但係咧又要食啲嘢，啊咁食啲嘢咧，呢個兩條方啊，茯苓、薏仁粥同埋薏仁白鞋粥呢啲叫做藥膳食療啊，係嘛？即係喺食嘅同時咧，加啲中藥，即係方便，即係抑制癌細胞。OK 嘅 ，OK。咁再加上咧，以食物嘅形式去俾病人咧，即係味道都唔算太差，係嘛？有時就～哇，好苦啊！咁有時抗拒嘅嘛，係嘛？呢啲藥膳食療嘅話咧，啊，味道都唔算太差，咁就容易接受啊。咁另外咧，就喺食物方面咧，我哋注意有啲咧就對於我哋抗癌咧係有幫助嘅，係嘛？呢度有嗰啲，譬如番薯啦，啊，即係啊。卷心菜呢啲野菜之類嘅啦嚇，蒜啦啊，白白菜啦，番茄啊，係嘛？呢個係黃瓜就青瓜啦，係嘛？呢啲等等之類嘅都有適當嘅幫助啊。咁腸癌唔係好適合食嘅啊，一個係高脂肪嘅啦，係嘛？牛啊羊啊少啲，係嘛？少啲。嗯，嗰啲煙燻啊、過期嘅嚇，即係發酵嘅啊，呢啲盡量少啲食。煙酒啊，辛辣太辣咧刺激腸啊，係咪？同埋都要注意心方面咧，要有規律食。有時捱夜啊，應該瞓覺唔瞓覺，呢個咧都會影響個腸癌嘅發生。嗯，咁呢个我就
今日分享到呢度，啊，多谢大家参与，多谢晒。好，唔该晒我哋嘅张群商中医副教授啦，为我哋讲咗啱啱咁精彩嘅内容啦。咁如果各位观众咧有问题想问我哋嘅张群商中医副教授嘅话咧，亦都可以喺嗰个聊天室啦，嗰度留 comment 俾我哋嘅。咁喺睇下观众有冇问题之前咧，嘅同时咧，我都讲下我哋嚟紧有嘅活动啦。咁其实我哋嚟紧咧仲有两场嘅专病专治讲座嘅，咁就有一场系关于男性更年期嘅，就喺3月15号啦，即系下个礼拜三嘅。同时咧，我哋亦都有一场系讲中医药防治女性痛经嘅，就喺3月21号星期二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可以喺下面嗰条 link 去报名啦。咁报咗名咧，我哋喺活动开始前一日咧，我哋就会send一个提示俾你啦，同埋完咗之后咧，我哋都会send翻个 video 一个重温去俾你哋嘅。咁如果之后咧，我哋仲有啲活动啊，或者系议程咧，大家其实都可以去 like 翻我哋嘅 Facebook 啦，咁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我哋有啲咩活动啦去参与。咁如果大家暂时未有咩问题咧，咁或者我哋今日嘅讲座就到呢度啦，咁亦都多谢大家去参与嘅，咁下次我哋下星期三再见啦，拜拜，拜拜，拜拜。